好，我是慧慧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全程手不沾面就能做的鸡蛋泡泡，外酥里软，一口一个，出锅全家人都喜欢吃。像我这样做，早起十分钟你就能吃上了。首先在大盆里放入300克的面粉，放入3克这种高活性的酵母，用它来发面特别快。再放入3克盐，2个鸡蛋增加营养。再倒入220克的凉水，搅拌成面糊。最后搅成这种浓稠的状态就行了，盖上盖子，醒发至2倍大。也可以提前一个晚上把面和好，放在冰箱里面隔夜冷藏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直接做啦。趁这个时间呢，切点葱花和胡萝卜丁。30分钟之后，我们的面糊就发好了，放点葱花和胡萝卜，搅拌均匀。给它放到保鲜袋里或者是裱花袋里。高油温把它挤入锅里，一会儿的功夫就飘起来了，然后不停地给它翻动一下，让它受热均匀，最后炸到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。做法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？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，早起10分钟你就能吃上了。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